在一瞬间回到了从前，仿佛你的身影又浮现，即便温度冷却，我们到临界点，跨过终点线，只是你我温柔互相再见。陪你走过的路现在走一遍，复习你给的甜，可是在你世界里面我交了白卷。我穿过人海拥抱你，像雨滴遇到冷空气，凝结的回忆，爱我的你我不想忘记。彩色蜡笔画一道彩虹，迈开脚步攀上最高峰，勇敢是你的心跳，我为你骄傲自豪，用一抹笑容晴朗了天空，你的笑声让悲伤无踪，放下失落的傲娇。喂，小莫啊，从明天开始到下周末，所有的行程都给我取消了，知道了吗？没烦恼，这就是青春美丽色调，懈怠的笑，隔着烟火都绽放。红还是绿呢？谁让你进我房间的？我在帮你搭配明天的衣服呢。以后不许再进我的卧室。回来。我的衣服呢？不都在这儿吗？以前的。哦，房话我忘了告诉你了。我不是把你的衣服都洗了吗？洗完之后我就晾在阳台了，然后小偷好像偷了。我家住16楼，所以才可恶啊！小偷为了偷你衣服爬到16层。不过你放心，我已经帮你搭配好了，你适合的颜色是这个，然后我再帮你搭一件裤子。出去吧。什么衣服？也没有一件合适的。我没衣服穿了。我要买衣服。我没衣服穿了。我要买衣服。二十，我和繁花都来了。几点了？你俩真是磨叽死！哎，你快点儿，这急死！知道了。嘿，你这身衣服他给你搭的？怎么样，我的审美是不是比他好多了？不错呀。行，我今天我这衣服就交给你了啊。
你什么意思啊？质疑我的审美？错了，我错了。多好看呢、啊，这绿色。行了行了，你怎么突然想起来要买衣服了？楚楚约我周末见面，但是你看我这衣服也没有什么合适的。蓝山主动约你见面了？他跟我说叶墨刚出院，不适合受刺激，让我跟他在叶墨面前继续假扮恩爱夫妻。你之前不是说过这辈子都不会出现在他生命当中了吗？是啊，我是不会主动出现，但他主动出现就不一样了。繁华，我说什么来着？我说两人缘分未断吧，现在旧情复燃的迹象来了吧，看你以后还相不相信我的直觉。明眼人都看得出来，就只有你啊还要靠直觉。他这什么意思啊？说我傻吗？自己体会。明眼人。还有一天，小莫来了就能见到盛世了。离婚可以是结束，也可以是新的开始，最重要的是问问你的心。新的开始吗？程池，这几日的下载量已经有200万了，日活超过了30%，会员转化率20%，这个成绩还是不错的。对啊，证明市场对咱们的业务还是十分认可的。不过新用户首单免费活动不能再继续做了，这几天投资款撒进去快一半了。成本利润率呢？15%。没关系，前期就是烧钱的时候，一定要先让大家都知道这个 APP 的存在，会员转化需要一个过程。但这就代表咱们要持续不断的烧钱做营销了。没关系，先这样做，实在不行我再去找二十，你还是按照原方案继续操作吧。好。这套行吗？其实我觉得红色挺好的，正好初初也喜欢红色。但我觉得这个白的也挺好看的。白色，试试。啊，对，试试。白色显年轻，初初肯定也喜欢。哎，要不这样，我中间来个变装，这样能显出我的多样性。男明星，你走红毯呢？我要不给你找个妆发团队，给你换8身造型，这样怎么样？哎，这个主意不错哎，我怎么没想到呢？请进。盛总，您请的设计师已经到了，在会议室等您呢。好，知道了。设计师。你又搞什么东西啊？再近点。秘密。我。哎呀，我每天操心都操不过来。哎呀！我跟你说，你们俩以后再有任何秘密背着我，啊，我再也不帮你们搭配了。谢谢你，
希望你能说到做到。我的天！救我！那个方案你们再细化一下。陆总，明天我们那个包还买吗？这是问题。那先这样啊。好，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买，好吗？好。都到这个点儿了，小莫他应该下飞机了吧？来这么早啊？这不一路绿灯吗？不堵车。你来的也挺早啊。我也一路绿灯，真巧。我帮拧开。没事。姐，姐夫。小莫，好久不见啊，最近又胖了。在医院好吃好喝的，能不胖吗？不过，再胖我也是你弟弟。是是是。姐夫，恢复的不错，多谢姐夫的照顾。小莫，你这两天有没有想去玩的地方呀？姐姐和姐夫都会陪着你的。那我们去十里甚是长街逛逛。啊，之前在医院的时候，我一直想亲眼看看，听说那里很繁华。在医院做复健的时候，大家都说那里有很多好玩的。不错。有眼光，那走吧。你去玩姐夫。姐，姐夫，快走啊！好。姐夫，走吧。繁华，你快点儿，我们还要去找二十个蓝山呢，快点儿！催什么催？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他们两个在哪儿。哎呀，凭我的直觉啊，我们只要一直往东走，就能碰到他们。东边？东边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。哎呀，你别管了，我的直觉什么时候错过呀？走，关门。走。感情这不是你家。这也真好看。我跟你们讲啊，现在这是上班的点儿，你等着到饭点了，这全都是人，根本走不动道。姐，姐夫，我给你们在这拍张照吧。拍照啊？啊，这地儿有什么好拍的？我每天上班都路过，我就不拍了，得给你姐拍了啊。快来快来。挨近一点啊，亲密一点。拍吗？姐夫快啊。姐快。来吧，拍一下。对。三。二。一。那我们换个姿势再来一张吧。一般是总是这样。写的那瞬间就像命运知道、啊。
姐，姐夫，你们这个姿势太过时了。来，听我的。每天你靠近我的心跳，瞬间人情绪里烟火。I miss you, miss you， 想你知道，温柔的笑映在我嘴角。都老夫老妻了，还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三、二、一。大直觉家，这就是你的直觉。这不是有水吗？有，还有龟，就当是来旅游了嘛。走吧。哎，别啊，要不然咱们钓条鱼回去煲汤喝。钓鱼？娇娇，韩总，幸会。我想，此时的苏小姐应该是在国外吧？我一个星期前回来的。哦，那你找我有何贵干呢？韩总，我觉得我们未来会是很好的合作伙伴，所以就迫不及待地找来了。哦，那我洗耳恭听了。我听说你之前拿到了盛世的投资，此刻正是你公司发展的关键时刻，而我呢，也正好需要一个机会重新回归大众视野。我可以给你的 APP 代言，利用我的知名度让你的项目快速被大家熟知，比发什么优惠券强多了。可是苏小姐的费用我可能支付不起哦，你要想清楚。我不需要代言费，只要你帮我搞定盛世。你知道的，我们俩之间闹了一点不愉快，不过既然你的公司是他投资的，想必你肯定有办法说服他吧。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跟我合作，肯定不会让你失望的。你真打算让他做 APP 代言人吗？有话题度，有流量，也有粉丝基础，他确实是一个不错的人选。他之前就想借着盛世上位，没成功，反被盛世封杀了。这次他主动找上你，我担心他。没什么好担心的，都是互相合作而已，只要能让公司迅速发展，跟谁合作我都无所谓。好，姐，这是你上次提到的最喜欢吃的那家炒肝。你怎么会想到把这家店弄过来啊？因为这家店挺有名的，而且我是个商人，当然得把利字放第一位。是吗？我还以为你是为我姐呢。我姐说呀，她只吃这家炒肝，但我还是不太能接受。那是你没吃过，当年诚实哥也不喜欢吃炒肝，我逼他吃完他就爱上了。我去给你买一份。爹，这个蒸的还挺好吃的。好吃吧？
哎，姐，这里面的公仔跟姐夫车上挂的好像啊。姐夫，这是你为我姐特意做的吗？这是开发商看中的嘛，我就顺水推舟赚了一笔嘛。那是不是要付版权费啊？你想要多少？哎，不用扫，不用扫，不用扫，直接抓，直接抓，我都给你调好了，今天全免费。嘿，姐，我们抓个做纪念吧。嗯，抓抓看。哎，没事，随便抓。这些都留给你抓啊，抓不完不许回家。来，我来，我来。我跟你讲，这个东西它就只属于我，我抓它肯定就能上来。看好了啊，你看，明白了吗？哦，我走。再给我一次机会。抓到了！拿着吧，小莫，你抓一次。你是我最珍贵的礼物，是我生命全部，让我用心来把你守护。好。姐，你好厉害啊！你最爱吃的小鱼干，谢谢。嗯嗯，楚楚真懂我呀。叶墨，不准挑食。我姐也不吃西兰花，她还不吃山药呢，你怎么不说她呀？那能一样吗？你姐是我老婆，我老婆说什么都对，是吧，老婆？嗯，你可真双标。惊不惊喜？你喜欢吗？喂，为什么你的鱼那么大，我的鱼这么小啊？谁钓的谁吃，你有意见？我当然有意见，咱们一块儿。有意见的话，你就从我家搬出去，免得怨我不给你房。你看，你要是不跟我出去，哪能喝到这么鲜美的鱼汤啊？而且，
我明天还准备去蓝山那边，然后告诉他。小莫，感觉都还没有带你好好玩就要回去了。以后有的是机会，已经好久都没回去了。家里还不知道？不知道，这段时间他们还以为我离家出走了，前段时间打电话还被臭骂了一顿。小莫，师姐对不起你。别说这些，当年是我和家里对不起你。你看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？现在看到你和姐夫这么幸福啊，我就很开心了。姐，你一定要幸福啊。放心，姐一定会幸福的。那我先走了。嗯，以后常来玩啊。拜拜。想回去看看吗？那个家里啊，我妈根本就不关心我，可能只有小莫才会想起我吧。这次谢谢你啊，没想到小莫会临时过来。举手之劳嘛。你最近还好吗？我老样子。我不想就这样放弃，再给我这次的事情，就算我欠你一个人情，以后你要是需要我帮忙，我一定随叫随到。好啊，那我送你。那我就先走了。这么主动了，你怎么还不联系我呀？
你正走在海边的沙滩上，一望无际的大海，有几只海鸥在海面上盘旋。楚楚，你说让我深深联系你，是真的吗？拂过你的脸颊。二十，你什么时候有时间？我有事想跟你聊。忘掉生活中的琐事，忘掉心灵的困惑，忘掉束缚你的情感。很好，现在你已经感觉到了新生。牢牢的把